尊敬的各位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除了感谢，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对你们的谢意。感谢你们从早上开始一直为我做的应援，我仿佛回到了出道时期，很感慨、感恩、感动、感谢。还记得吗？这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在拿奖的时候说的词吧，感动哈。早上的风很大，你们别感冒了。谢谢你们陪在我的身边，今天我也会努力的，耶、yeah ！谢谢。我把这个信啊。希望你们能收到我的回信。